知道这银鳞片的来历，银鳞片是南海神蛟的独门案情。南海神蛟，不错，南海神蛟是水凝凝的兄长。14年前，他们兄妹二人为了一场误会，所以南海神蛟就带着他的独生女水兰兰离开了烟霞宫。 南海神教，你既然想会老夫，你为什么不现身一见呢？南海神教，你听见了没有？鳞片出现的功力不高，不可能是南海神教，后来一度传授给龙女蓝梦，难道说蓝梦没死？南海神教。 水晶宫同归于尽。是。汤恩顿，如果我没有船，就很难飞渡离开南海。赶紧登船离开。 这一次就专程来救我们夫妇俩的吗？是的，多承强宠，在我水晶宫多住几日，容我尽地主之谊。蓝前辈，现在已经可以证明五毒尊者和海蛟峰对烟霞宫的野心，唐飞能使烟霞宫不为五毒门摧毁，就安心了。唐飞，快请先坐着。 兰夫人，唐飞要告辞了，太阴宫还有事，唐飞必须要赶回去。这里请告给师娘，就说7月15日武林大会的时候，我燕霞宫人一定到望天楼协助你师娘。多谢二位前辈。 被传送唐公子，是，告辞。苏夫人回房休息。 南海银鳞，这是神蛟内兄所有，怎么会在此地出现呢？我不能让莹莹知道，她一定又要和他哥哥起冲突。难道唐飞也会南海武学？
蓝梦，你对我的一份盛情，唐飞非常感激。可惜你走了，我没法向你表白。蓝梦，如果你泉下有知，唐飞一定让杀你的人得到惩罚。这个书生什么时候到船上来的？唐飞，就是你害了他的心吗？哼！请问。难道他和龙女有什么渊源？怎么笑起来这么像龙女？妈，你也想喝一杯吗？谢谢公子，我不喜欢喝酒。请问公子怎么到这船上来的？我是烟霞宫的人，当然可以上船。你到烟霞宫有什么事吗？我是依助南海神龙驱逐五毒尊者而来。难道说你不想看看蓝梦就走？公子认识蓝梦？岂止认识，还可以称得上是青梅竹马。哦，你虽说没有杀死蓝梦，蓝梦却是为你而死。这是误会。唐飞，你表现得太绝情了。公子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唐飞？奇怪，我和蓝梦的事情，他为什么知道？这个人是谁呢？不必用那种眼光来看我，你不会想到我的来历的。公子既然是南海门下，可否请教尊姓大名？你竟有胆量开口问我，呵呵。我看你真是多此一举。刚才那个人是谁？不知道。那为什么让他上船？他有南海宗旗令，本宫的规矩，见令如见上代的神君。哦，问这些干什么？吴娘子，咱们十几年的交情，过去在京里
也挺不错的。现在，马顺，啊，我不愿意再谈过去的事情。你要弄清楚，我现在是武都门行堂堂主。哦，你不喜欢听，咱们就不谈了。我马顺心中不像你胡娘子那么放得开。马顺，要做什么？公公是不是有什么计划？你们这次来不是专为对付李十娘的吧？我跟公公离开八丈，怎么知道他有什么计谋呢？倒是你，看在老交情的份上，你也应该有个打算呢。什么打算？要是有一天老盟主给海秋风说动了，你眼看着五毒门的大权落在人家的手里吗？到那个时候，你这个行堂保不保得住还成问题。我胡娘子不过是个女人，有什么能耐跟别人去争去抢？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不甘心被别人呼来牵去，可是如果离开了五毒门，我就没有办法在江湖上立足，也只有死心塌地地混下去。希望公孙勇能够得到老门主的欢心。就凭你胡娘子，哎，真是委屈了你了。这个葛大鹏怎么还不出来？五毒门进去容易，出来可就难了。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上当，他一定带人去追杀吧，跟马顺。小二，哎，再来一壶酒啊！是是是。Thank you.
尊者一到，我立即就逃开，引他们去追赶，公公自会来取。请教。尊者真的来。军长，马海，可恶的老汉，你往哪儿跑？上海，追！是非甚多，不是久留之地，我不能忘了这次出来的目的，一定找到唐飞，让他受些折磨。师姐，如果不是唐飞及时赶到，南海神龙和水银影必然会遭到卢广的杀害，燕霞宫也就毁在卢广的手里了。这么说，蓝夫人中的毒性还没有完全解除。是的。南海神龙和水盈盈是受了五毒尊者的要挟去的烟霞宫，那烟霞宫丹房应该操在南海神龙的手里，那为什么不跟五毒尊者交换解药呢？我想可能是这样，卢广给水盈盈的解药是假的，他们欺骗了南海神龙。卢广这一辈子诡计多端。哎，唐飞啊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蓝夫人说他那个毒还没有解呢？晚辈认为等有一天能替蓝夫人解毒在手，他们夫妻情深，万一再和五毒门冲突起来，就难以应付。哎，南海神龙也太大意了，这种事就应该先治好了水盈盈，再给五毒尊者解药。哎，海婆婆，你不要忘了，这海秋风从小是在烟霞宫长大的，他连个针线包在什么地方他都知道，何况是丹房呢？师弟这次用海魔刺伤海秋风和五毒尊者，原想废除他们的真力，减少七月十五的障碍，谁知道这次的计划，哎，白费心机了。依晚辈看，既然南海烟霞宫的丹房被打开了，五毒尊者又拿走了所有海魔刺的解药，今后我们更要提防海秋风的海魔刺。韩月说的也是。奇怪，五毒门的人怎么就轻易离开烟霞宫呢？后来南海神龙清醒了，他下定决心断传要五毒门的人和水晶宫同归于尽，五毒尊者才下令离开。嗯，这看起来南海神龙是恨五毒门是恨透了。不错，师姐，小弟现在还要去设法取得解药救蓝夫人，我先走了。唐飞，不用叫他，他会判他自个儿的事。看起来我们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了。不错，各门派虽然离开了太英，可是表面上看上去很平息，但是这次对圣剑门的误会更深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看唯一的办法是要沙家堡的人出面澄清。那要等到七月十五了。师娘，这依我看，我白师叔的伤要是好不了，我师婶出面，这就更难讲话了。这么说，
我们要好好的跟沙玉姑谈一谈。沙玉姑是很难回心转意的。秦康愿意去一趟沙家堡。哦，秦康，你的意思是？家父当年与沙家堡的老堡主感情很好，秦康想借这段旧情，去劝劝沙前辈，也许还有希望。李前辈，我也可以跟秦康一块儿去，因为沙玉姑跟我姑姑柳婷婷当年也是闺中密友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现在我那师婶脾气是最坏的时候，你们谁去了也是白去。李十娘。糟了，我师婶来了。王天兵，在望天楼你怕什么吗？不，海伯伯，你不知道，我说不见他，我就不见他。为什么？朱大侠，你不知道我在沙家堡，我是，哎呀，我那师婶成天给我捆条绳子，哎呀，我那罪可受大了。哎，这里是望天楼，我不能再回去，万一他把我弄回去，我这条老命就赔光了。王老先生，李师娘，谁劝也没用，我说走就走，借光。王老前辈，李师娘。夫人，突然到望天楼来有何贵干？当然有事。白夫人有话请讲。李师娘，我问你，冷寒月和柳嫣红在受火龙珠之伤是如何治疗的？沙玉姑，你明知故问。我来望天楼是找圣剑门的李十娘，与你翠玲宫的哈翠无关。你，哈公主，哼，李十娘，人受火龙珠之伤，必须要用北天山寒泉之水才能够治疗。你说对吗？十娘知道。知道就好，我现在就是要寒泉之水。师娘已经请冷如烟到北天山去取寒泉之水了，哪一天可以回来？这几天就可以取来了。很好。啊，你的意思？我要寒泉之水救白身追。可以。只要冷如烟一到，师娘即刻派人送寒泉之水到沙家堡。好，李师娘，只要你把寒泉之水送到，我即刻就把子凤还给你。子凤，子凤怎么在你那儿？她怎么样？是的，她现在很好。双儿，咱们走。我师婶走了。王老先生，你怎么那么怕沙玉姑啊？怕哟，怕得要命哦。你不知道啊，我在沙家堡我过的是什么日子。王天兵啊，跟我回去。对，我不回去。要是不愿意，我就要用巧手门的门令来限你回沙家。
试试，我就你就饶了我吧，你饶了我吧。望天楼需要王老先生的帮助，请放过王老先生吧。秦汤，沙家堡对你和柳姑娘不薄。是的。那你就放手。白夫人，谁也不许劝。沙前辈，秦汤愿意暂随前辈去沙家堡，务必请放过王老先生。你，好吧。我想，我去劝劝沙前辈。现在觉得大概是人单势孤，再说秦康的父亲和沙家有深厚的交情，也许秦康可以使沙玉姑回心转意。嗯，不错，白玄追受伤之后，我们应该暗中帮助他们。沙玉姑的脾气是非常孤僻的，千万不要让五毒尊者趁虚而入。柳姑娘，你放心好了，这秦康去了，我师婶对他一定会比对我好的太多了。那我都让他知识的都变成了木头人了。哎，这次要是真的秦康把我师婶劝得回心转意，那可真是谢天谢地。应该是可以救的。不行，我知道火龙珠的威力，所以神锥一直就不肯用。他说火龙珠太霸道，怪也只应该怪我，都是我逼着他用的。可是我怎么想，我也没有想到那些老东西他们会用内力把火毒逼出洞来，他们再怎么样也不应该伤了神锥呀。沙前辈，你是不同意我的说法是吗？是的。前辈，秦康不同意前辈的看法，更不同意前辈的做法。天道好还，报应不爽。当年主谋害沙家堡的元凶祸首，前辈已经知道是五毒尊者卢广了。前辈，你为什么还要害天下的武林中人呢？胡说！害我沙家的是武林中人，我沙玉姑绝对不会只让卢广一个人来偿命。况且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能够确定当年的元凶一定是卢广。那前辈也应该给天下的武林中人一个辩白的机会。像圣剑们当年就没有参与沙家堡的事。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一个个的去问，一个个的去查？不错。哼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耐力。我
绝对不会放过7月15武林大会的好日子。沙前辈，你错了。如果你一定要报当年的仇恨，江湖上自有道义，也许还会有人来帮助你。不过像你现在的做法，只会引起天下武林中的人一致的痛恨。我管不了那个许多。少奶，娘，跟娘进去。清康，是你答应要来的，你就给我好好的待在沙家堡。当然，我清康一诺千金。如果沙前辈不放在下走，我清康绝不私自离开。好，沙雨姑，如果没有人在旁劝阻，恐怕真要对天下武林绝情。到那个时候，不但对圣剑门不利，而且会引起武林纷争，使五毒尊者坐受渔翁之利。我不能不注意，以沙玉姑的性格，很可能为人所利用，尤其是五毒门。良知未泯，可以善加劝导。你们不要想试探我，反正你们都知道我的事了。在我没有回望天楼以前，我一定要说服沙玉姑向老门主求助。凤姑娘，以在下想，只要姑娘多想想过去的事情，就会良知想起来。忘掉了五毒尊者的迷魂之术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专心的想，应该一天比一天想的更多。摒除杂念，你的神智就会越来越清楚了。自为之。清康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但是现在我不能动手，我要等到和沙玉姑谈好，让他也变成五毒门的人，那个时候你就跑不掉了。Thank you.
击中我们的衣服，我们没有受伤。哦，是何方的高人来到望天楼？是我，龙女蓝梦。蓝梦？蓝梦？蓝梦？不错。我听出来他躲在屋外，隔墙而行。嗯，嘿，不要去抓，让我来。公主，为什么？我听我大师姐说过，这种功夫是南海烟霞宫的飞鱼传破，大概只有翠灵宫的天庭掌法才能伤得了他。哦，公主，不能伤人呐。不，他并没有任何敌意，要不然他们两个早就受伤了。师娘，借我看看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是用银子打造的，这什么人这么阔气啊？朋友奇门，请过来。哎，是。龙女，把唐飞叫出来。翠玉是故意引对方说话，他好摸清方向。我也帮他说几句。龙女，你不信可以到望天楼来一叙，我只要找唐飞。唐飞不在望天楼。李十娘，我就相信你，告辞了。姑娘，为什么要假扮龙女？胡说。哎呦！你们好大胆！哎，师娘，这暗器叫银鳞片。这女好大的身体！飞鱼传波是仅次于天遁身法的轻功，叫人易躲难追。哦，会不会是燕霞宫的人呢？我现在正在纳闷呢。你们看，这个暗器叫银鳞片，是水灵灵的家传暗器，蓝夫人的。南海烟霞宫，自南海神龙之父、南海神君起，一连两代都是亲上加亲。南海水府本来是一个大派，可是我听说，自从水莹莹跟她哥哥因为细故反目以后，而他哥哥南海神交因为妻子身亡，所以就离开了烟霞宫，一直没有消息。所以南海烟霞宫才演变成今天的局面，由蓝家独自负责烟霞宫。对，这件事情我也听说过了。好像是这位神娇，生活非常的奢侈，所以他们兄妹二人呐，就为了这个暗器闹得不愉快。你说什么人会有花这么多钱、下这么的本钱用银子来打造暗器呢？这只不过是江湖传言，至于真相如何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反正这个银鳞片，奇白如雪，耀眼生花，叫人难躲就是了。我看这个人跟烟霞宫有关系。当然，不然他怎么会自称是龙女呢？我是想，会不会有人在嫁祸？因为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我们跟烟霞宫言归于好。可是他指明一定要见唐飞呀。他为什么一定要见唐飞？还有他为什么一定要假扮龙女呢？这里头问题很大呀。对对对，师娘啊，
这个我看你这位小师弟呀、啊，八成是走了桃花运了。哎，就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，这个是祸不是福哦。等他回来我会告诉他，让他小心一点。对。这儿遇见你，哼！他确实叫人在下并不认识你。咱们俩曾经见过，你太健忘了。哦，原来是你，你真是喜欢打扮。不错，本公子是喜欢改装。唐飞和烟霞宫南海神龙夫妇很好，公子何必对我仇视？我是恨你。因为龙女，不错。那也不能怪在下。不怪你，怪谁？你不许走！你留不住我，在下不愿意奉陪了。哼，你不要后悔。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有什么话要告诉我？可是他那种态度叫人难以忍受。我，对了，师姐的武林大会正是离召开围棋不远的时候，不要再为圣剑门树敌。他走了也好。女士，他是不是龙女？唐飞，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。姑娘，哎，怪侠唐飞又和水蓝蓝不期而遇。水蓝蓝是男是女，令人扑朔迷离。他为什么一再捉弄唐飞？是为了恨，还是为了爱？敬请收看《圣剑千秋》续集。